行兄弟，你这系得太紧了，难受，难受死我了。少废话，猜错了就得掉脑袋，等你脑袋掉了，你就不嫌难受了。小子，猜吧，你身后到底亮出的是几口刀啊？武占虎，你小子要能猜中，老子今天就服了你。这要是能猜准，可就真神了。这个嘛，说有几口刀？只有一把刀。吓死我了！厉害了！你看我说的没错吧？这就能铲出去啊！只怕是台下有人发出暗号了吧？你让马四、马八赖去拿块黑布。糟了，好像被龙角剑识破了。第二次举起的是几口刀？干什么呀？能猜得对吗？这要能猜对，那就怪了。今天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，老子给你送行了。嗨，是四把刀。三狗子什么时候学的这些个招数？这也太深了吧！只要你掌握"神奇鬼怪"四个字，你也能猜得出。我也行。四个字，这是为什么呀？神奇鬼怪中的神代表一，奇代表二，鬼代表三，怪代表四。只要有人传递暗号啊，就能对出答案了。哦，原来奥秘就是这四个字啊！对，佩服，这一关算你过了。怎么了？我又猜对了？哎，这脑袋是我的吗？没掉。嘿，老子还真神呢啊！对呀。还真他妈神了还啊！不行，
以后老子说什么也不能跟他赌了。大刀把子，这几个小子鬼名堂多，可得多加小心。哼，愿赌服输吧。后两关可都是硬功夫，有本事走过刀山再说吧。先生，山虎都猜中了，跟您事先预料的完全一个样。什么神呐、鬼呀、怪的，这个山虎啊，旁门左道还真派上用场了。好，祖训《比武夺刀规则》第二条，可随情形调整比武的难度。参赛者必须踩过这抹了油的36口云刀，方可取得下一环节的比赛资格。予以占得先手的刀手一比高低。谁是英雄好汉？刀山上走走看。哥，千万别慌神，这刀还是咱们打的。刀是咱们打的没有错，可咱们不知道何家怎么拍的刀序。我眼神记忆好，这一关我来闯。万一刀上作弊的事传出去怎么办？只要刀不被盗匪拿去，其他都不重要。宁可给他们。素贞，何老太爷，怎么回事？哦，这。我听阿公说，刀是按照道梅花步伐排列的。第二关，上刀山。你们兄弟，谁先来？我来。二哥，记住了吗？长如哥，千万不能出错呀。放心吧。嗯，你看他擦上呀，这不要命了这个啊。且慢，不知龙先生有何指教？后生不知这些刀是谁家刀铺打的？大刀把子，既然刀里面有名堂，干脆就捅破它算了。只要他有胆量验刀，你就马上动手。捅破，何家颜面是扫了地，可一场拼杀就在眼前。这些刀是我们兄弟打的。既然这些刀是你们打的，我要求变换刀的排列顺序。没的话说吧。没错，这才符合彭公祖山立下的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。何を言ってるんですか？奴がパンゴンドンを得る方法を語っているのだ。兄弟们，上！
这坏了，二骡子要是记不住，可就糟了。撑住！看都看得眼花缭乱了，他能记得住吗？这种记性恐怕非常所及。哼，记住记不住。 记性，承让。这祖司镇居然还有这等本事的人！厉害！厉害！二骡子。
你记性真好啊。嗯，成儒，没想到你全都记住了。这还全靠你呢。怎么靠我了？比背书时练出来的。哎，成儒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还是没事，你看你那汗。没事。嗯，好生可畏啊。先生，成儒也闯过这一关了。这一场真是凶险呢。先生，这第三场是比刀更有看头了，我再去看看。不必了。啊？云飞不是龙啸天的对手啊。先生，这还没比呢，您。龙啸天的道法我早有所闻。云飞要想获胜，除非……先生，除非什么呀？除非龙啸天弃刀认输。哥，刀子要玩命了，胆子也太大。大刀把子，这就是三兄弟中的老大。嗯，想和我龙某人一争高低了。没错，我们兄弟今天就是冲铜弓刀来的。好，好生牙子，有本事你就来吧。好，大哥，打呀！大哥，停啊！大哥。我是石国平的儿子，石大头。妈，不知后生尊姓大名？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我就是石云飞，石大头。你就是十年前石伯平石大哥的儿子？正是。大头小子，好刀法！没想到这个闷葫芦还有这个身手，看来这回夺刀是有希望的。后会有期，臣让了。嗯，彼が山西で一番の剣士だ。お相手してみよう。はい。
彭公祖训，比武得胜者可配彭公刀一日，若能一刀断腕可配彭公刀十日。节的夺刀英雄是石云飞、彭成儒、武山虎，英雄可配刀十日。好，腊月二十九卯时，赶年节，请刀回此。好。阿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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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个没有用的东西，刀回都打不过。阿公。我今天本来是有把握的，可我今天不知道怎么了，我撞了鬼了。你还能干点什么？你说，明明知道今天要比武，昨天还灌了一肚子猫尿，你说你如何不碰到鬼，如何有精神呢？那点酒对我来讲没什么，可是我，那你说那比刀的时候，那个龙啸天跟你说了什么？老子见你像个呆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不记得了。我肯定是被放蛊婆放蛊了，乱七八糟，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放你个狗屁！天底下哪有这样的蛊惑婆？老爷，老爷，张师长来了，在屋里候着。你在这等着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办保安总团是大事，绝对不能儿戏。可是你总是跟我说没事。本来以为自己准备得好好的，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，没想到啊。没想到，好啊！没想到，这次你可是误了党国的大事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你先别慌嘛，总会有转机的事情。转机？事情都闹到今天这个样子，还怎么转？不幸中的万幸啊，刀没有被龙啸天夺去。现在我们想办法把那三兄弟给拉过来。那几头犟骡子怎么拉？老爷，别扶。你知道的，一行扶一行，泥匠扶瓦匠。我也有办法的，骡子再犟，我也会制服他们的。哼，好吧，那我就再信你一次，你来想办法把他们三兄弟摆平。如果再出什么漏子，别说你一大把年纪，我不给你面子。保安总团的事情办不好，我是一定要拿你试问的。
团走。好。吴团总，客气。吴团总，客气客气客气。哥，五爷来了。好。哎，好好好。五爷来了。哎呀。好好好。五爷来了。哎，好好。哟，珊瑚。吴团总，吴团总。哎。何七，不能那么说，八字还没一撇呢。怎么会八字还没一撇呢？夺了彭公刀，那就是坛子里捉王八，手到擒来的事儿，是不是？这个团总呢，就是你们哥仨的，一正俩副，怎么着也得跟你叫团总，武团总。哎呀，好，好，好，听你这家伙这么一说呀。挺有道理。哎，好，吴团总，有时间吗？咱们赌两把。何七，你好大胆子！你这个公然拉拢本团总赌博，说你小子胖，你小子还喘上了，还。上次吧，你赢了钱不是有事走了吗？现在不没事了吗？我手一点痒痒，我这把那大洋赢回来，给个机会。谁说我没事啊？这个本团总事儿多着呢。我告诉你，何七，你小子再跟我来这套，小心啊，我把你抓到民防总团去吃牢饭。把钱付了。记账，记账。老大爷，这个娘外皮的三虎子还真变了，本打算依照您的意思输他点钱拉了王子他，可他竟然不要。这三兄弟太不识抬举了，又臭又硬。如果这三兄弟不能为我所用，将来办团的事可就不好办了。哎，莫急嘛，只要一个人有嗜好，就没有搞不定他的。哎，阿公，你看把彭成儒作为重点怎么样？他读过书，明事理，应该好沟通。越有知识才学，越难搞定他。反正武占武这肯定不能当团总，这小子鬼主意太多了。说想来想去，还是大头老实巴交的好搞定。哎，阿公的这个想法好。本来也就是大头最后赢的龙啸天，三兄弟当中他又是老大。当团总顺理成章，料想那几个洞寨主也没什么屁放。可是，一小子之见，三兄弟里边反而大头最难搞定。这话你怎么讲？您看，您老刚才不说了吗？一个人有欲望、有癖好才好控制。是大头，他又不抽不赌不嫖，拿什么控制这个臭铁匠啊？没有一点想要的，铁匠铁匠，又硬又犟。平时像个闷葫芦一样，连话都懒得跟你讲，如何拢得他的边？哎呀，你看这狗，你给他吃他就抢，有什么不行的吧？啊，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外面来了两个商人，他要收购我们何家香炉那把绣剑。啊，一柄剑他要出多少钱？一千大洋啊！你看，就是他。日本人多少钱不卖，我何仁泰什么都可以出卖，唯独不出卖祖宗。你马上将他们人赶出祠堂，别玷污了老何家。是来，首种军做生意都时刻不忘了把侄子带在身边。我家做首府的随系狗夫，却对狗王有特殊喜好。祖先发觉这一方圣地土地上的确宝贝不少。那你算是找对码头了。湘西虽地处边陲，但历史悠久，民风蔚然，而且躲过了多次大的战乱，故存世珍品甚多。这些天不知首种军可有所斩获啊？有几件小品很是喜爱，但是难辨真伪啊。请问师伯。不客气，何事请说。恭喜你的弟子夺到了彭公刀，可否
亲眼见识一下这把神奇的宝刀。哦，不知张将军意下如何？要看彭公刀，不太合适吧？毕竟是当年斩杀倭寇的刀啊。重乡英雄也是我们大后民族的传统。好吧，全叔，哎，快去把罗氏请来。是。请神道。不过是帮公占道，下面有个下棋。这彭公刀又称斩倭刀。何と言ったのですか？そうでなければお前はこれだ。英雄，可否与我这双锋剑一决高下？你不敢，是这个？你算同卵呢？比就比，老子怕你啊！三狗子，山虎，你靠后，寿种君。中国には天体ウェイジという言葉があるね。先生，下级电报。哪里来的？来自上海。哦，首种军，你的电报。这是松井教官给我的电报，他现在是海军少将，他们的航母战队
已抵达上海海面，教官定我何时赶到上海跟大会面。啊，那老同学打算什么时候离开啊？现在。英雄，我们下次再比。武艺切磋，相互促进。中国有句古话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那是那是，你我同学一场，无一必是只是朋友之间的切磋而已。但愿日后我们老同学不要在战场上真刀真枪的相见。不会的，家居君，独有大佬，告辞。我还以为小日本的剑术有多厉害呢。就是他们那两下子算什么玩意儿啊，根本不是大哥的对手。哎，夺了一回刀，吹喇叭抬轿子的一多就飘飘然，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吧。先生，我们说的都是实话嘛。哎，先生，那小日本的功夫真不怎么样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云飞，你觉得手冢青太的剑法怎么样？在没动手以前，我就感觉对方有一股逼人的杀气。说实在的，能不能取胜，我真的没有把握。你手持的是彭公神刀，为什么一下子赢不了他？是因为他神风剑的剑刃太锋利。先生，我们兄弟打铁出身的，听到那刀剑碰撞声，就知道我们的锻造技术落后了很多。程如啊，你读过不少书，道德经读过吗？啊，读过。老子所说的是一个太虚世界，世界万物都要顺其自然吧。大象无形，可以包罗万物，海纳百川，是因为它处于最低的位置，而你手中的彭公刀已奉若神明，立于高山之巅。你的对手却在低处看着你。青太与你比武时，脑子里所想的只有一件事，那就是怎样打败你。而你呢，手握神刀，脑子里想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。你的刀上承载了祖上彭公精神和民族的荣辱，因此你的刀、你的人和你所想的一切，又如何能做到随心所欲、挥洒自如呢？先生所言极是。他们是日本手冢家族的后裔，也是我们祖上彭公兄弟的手下败将，所以他们剑道传人一直想方设法来寻找彭公刀的秘诀。啊，哎，那坏了！我看他们两个在祖子镇转了好几天，没准彭公的秘诀已经被他们偷去了呢。能偷得去，那还叫什么彭公刀啊？孩子们，记住，彭公刀的学问深着呢，那就如同做人的学问一样。先生教诲，牢记在心。还记得当年我给你们写过的四个字吗？记得。说说看。天地正气。天地正气。做一个正直的好人。看来啊，中日之间这场恶战是在所难免的，没准以后还会与他们真正的交手。彭公刀从来都是斩妖除魔，刀虽然供奉在祠堂里，可每个洞民心中都有一把彭公刀，手中无刀而胸中有刀，这是刀客的最高境界。哎，今天我就再教你们一招。这就是败中取胜的绝技，彭公斩。彭公斩？对，彭公斩。这一招只能用一次，不到生死攸关的时刻不可用。来，拿刀。给。
大头，来吧，先生看刀。怎么了，馅儿啊？想给你家大哥提个亲，要的不？馅儿啊，银岛洞麻洞主的女娃子看上你家三哥了。这姑娘啊，长得跟花似的，你三哥真有福气呀。贺家的女娃子也不错，比仙女还美呢。哟，贺家女娃子哪像天仙啊？在这个冬日的清晨。守寒风中踏上这